杨紫李现再次合体，看到李现看杨紫的眼神，网友是韩商言没错了。杨紫和李现今年主演的《亲爱的热爱的》这部电视剧爆红，李现由默默无闻成为了众多网友的现男友。杨紫和李现也因为在剧中饰演童年和韩商言而被网友锁了 CP， 他们俩在剧中的演技非常好，把剧中恋爱的感觉完全传达给了屏幕前的网友和观众，大家还给他们取名叫做童颜 CP， 可见大家对于他们的喜爱程度是相当高的。就算现在电视剧已经大结局，大家对于两人也是没有抵抗力的，相信大家都觉得这个对话真的甜炸了。但是更值得注意到是李现看杨紫的眼神，那一幕实在是十分甜蜜和宠溺，感觉就是韩商言没错了。